冬天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度了，对怕冷星人来说，冬眠是最好的选择。今年的冬眠特别让人向往。因为能裹在暖乎乎、超舒服的胶内绒绒里。就这样，被融化了。胶内绒绒家居服。冬天是最难熬的季节，四肢冰凉，血液循环变慢。但是老怕冷星人很有经验，他们早就给自己换上了暖乎乎的胶内绒绒了，并且善良的他们更把这个法宝分享给了新怕冷星人。就这样被融化了。胶内绒绒家居服。十分钟前我们又捕获了一个怕冷星人，谁又能逃得出胶内绒绒的陷阱呢？它实在是太柔滑，太舒服了。就这样被融化了。胶内绒绒家居服。